为乡亲来报告的，纵然它是合法，但是这个法其实是在民国63年所制定的一个法，它是主要是来自于，如果从土地方面来看，它主要是根据区域计划法来进行所谓的分区的变更。那我要跟各位乡亲跟你们报告，我自己本身在地政系做研究，我也在教书，我深深的感觉我们的土地使用计划最缺乏的就是缺乏民主，还有非常缺乏的就是对于基本人权的一个保障。所以我们虽然是已经解除了戒严，但是我们相关的法规其实没有更改。我们的区域计划法虽然再过几年要变成国土计划法，但是我们的区域计划法里面涉及的其实都是过往比较威权时代的一个体制，里面很缺乏所谓的民众参与。所以基于公共利益的一个要求，我们乡亲基于公共利益的一个要求，大家站出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正当性跟合理性的。